과연 왜 자고 있어? 조간 조합이로. 고지 간샤 정말의 고지 응답 무조건 chỉ mua vịt cái lắc lỗ hay sao nữa cái lắc lỗ sao à ông chỉ bảo là ông trên cái bên cho mỗi chỗ được không được có sự việc đại gia收电话吧，我看一下你手机票过去。
等一下，三六十条用小电子。等一下，等。先把车给你打点好，免得它里面出状况。那是是再放这里吗？怎么样？什么东西？还是有很多东西。最后一件事情要办，难道你真的以为我会把它丢在这边两个小时吗？昨天早就布好天罗地网了。楼上，我在楼上设了结界。哦，难怪我就在想说，网友有在看探险影片，然后来到那么偏僻的地方，他怎么敢一个人在楼上两个小时？原来你连这一点都帮他处理好。对啊，我刚才他手上就是拿这个。找了、啊，哦，你设结界不是设在他躲的地方啊？是，今天整个大帐。哦。这支法器我好像也是第一次看到，哎。对啊，这是我的正坛用的，我的师傅传的，奉回本位。这支。
听师傅说好几十年了，看得出来。对啊，因为铜整个都已经变色了。嗯，这个就是他在帮人家那个收金啊、遮盖啊，哈、哦，会使用的法器。啊，因为小好携带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小的。这个也是七星剑，但是这种东西有一个规矩，就是飞到必要时刻的时候，不可以拔剑。嗯，尤其是在这种地方。嗯，因为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地盘，拿这个当证物设七阶的原因也是这样子，就是告诉他们说这把剑在这里，众妖魔鬼怪不得动作。嗯，如果有动作的话，那就是玲珑相见。嗯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好，圆满。重点还是在这种有出事过的地方做庆生，确实是符合频道的风格了。是啊，其实昨天来的时候我都已经通通都打理好了，所以今天才可以这样子啊。不然的话，其实真的要稍微教育一下观众，就是在这种地方你们千万不要学，千万不要乱来，好、哦，因为有时候会乐极生悲啊。嗯，哎呀，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。对。